昨天高登他们生日就发了一个声明，说接下来就叫启德。那当时你怎么写？你怎么看他们这个声明？我想政治干预了这个商业哈，那我们好不容易也争取到五月前、五月中以前有一些快筛可以让国人来使用，现在少了这些量哈，我们要另外再找。这样量大概少了多少？我刚好像1700吧，我不知道1700是不是都你5月15号以前要进来了哈，不知道总数大概是1700的样子。所以是部长，您会觉得国民党在这样的质疑是有政治干预的这样的一个倾向？我想不在政治上，他当然有所质疑，我想免不了了哈。不过对于正常的商业的活动，用这样子隐射性的话语，我想有一些因此的商人也会受不了。那这样不好了。所以部长觉得这个公司其实没有问题。没有，就我们的公司没有什么问题嘛。我们的第一个就是说，他有没有那个哈，我们的医材的 EUA 啊，那这 EUA 是不是我们要的，要有审查过的，那它有。然后第二，它的母公司里面是不是有量，是不是可以卖。然后第三个，我们的条件就是要一定的时间你要进来，那你就签量。那如果没有那个时间没有进来，我们就处分。那现在但经过我们的检验等等，那合格就上市，大家赶快来用。所以这无关乎它是非常大的一个哈大公司或是一个非常小的公司，问题是他手上有没有货的问题嘛，合格的货的问题而已啊。